我刚刚替你涂完药，可别乱动。这曲子明明每件事都是他在背后指使，可每件事情都藏着一丁点和他有关的证据。你的满脸写的都是心事，并无此事。要想从他身上找出破绽，实在是太难了。我有些汗水，你来帮我擦擦汗吧。公子是在前啊，好不容易能够歇息两天，你又来。没什么，是因为我吗？正是。不管多坚定的理由，都有可能被情感左右。为何？公子为何如此待他？他觉得对他来讲，这是个机会。公子不能再继续放任他。既然终究有人命之时，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让他认识到真理。公子可真是替他考虑周全。你对着这张棋盘已经两天了，我看你是爱上他了吧？这次我也想过，可实在不知该落何处。我不喜欢他这个人。公子，咱们筹谋许久才登上了盟主之位，你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。放心吧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不可以动情。倒不如你先出子，引他出来。我有十足的把握，他必定不会出现。你当公子还存有什么念想？念想？阿青生，为什么不打我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当我的盟主位置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用看了，要想不乱大局，我就还得是个瞎子。公子身边缺个伺候的人，我都来不晚了。不想试。